觉得我们队是 number one， 所以我们对任何对手都不要怕。SlamBall 是团体的项目，让我学会了什么是团结，什么是拼搏。你的流的汗水跟泪水是值得的。SlamBall 是一个大家庭 ，We are SlamBall。